爸爸，唔会系真噶。姑父，系姑父啊，做咩呢啊？姑父。今次我一定要教训佢嘅，等我教训佢啦！嚟啦，拉住我啊！好啊，等我教训佢啦，等我教训佢啊！好啊，我叫你拉住噶嘛，做咩放手啊？吓？你仲翻嚟做乜嘢啊？新爸，今次呢件事真系唔关我事噶，你系唔属于呢度噶，求下你，请你原谅我啊！爸爸，唔该你啦。你听佢讲啦，收声啊！你初初嚟嗰阵唔系话希望得到判决，而家我就宣布你被放逐。冇啊！比比可耻，魔鬼般他好比刀疤在现，真比比真可恶可耻羞耻，多么的不喜欢跟他见面，真比比真可恶太可耻羞耻，魔鬼般他好比刀疤在太讨厌，真比比真可恶多么的不喜欢跟他见面，别再会太讨厌，多悲哀，添悔恨，改不了这些恶运，别理他这一生，却不可渐渐忘怀，谁能更舍？真卑鄙。